Thank you.
还得去靠板子，是吧？包括你还要注意他的。他反手修的当中，我不能全是掉，全是掉。现在吧，他全是反拉下来。对，而且你拖上去没人用。你掉完以后，他现在这一下里头，他一会儿转，一会儿不带转，就是所以他的差旋转差别很大，你知道？一定有点突然性，让他这种球很难去做动作。他所有球都现在做动作很容易。 一定要有这种突然性，不一定非要冲，哪怕只六七成的这种力量也可以，有点突然性。对，不能全放下来，掉，要不然这球。啊
讲球不错，其实现在发现就是换个正手发球，转不转换个正手转不转球。坚持这种主动权，一定要有这种突然性，然后拉球。啊，其实现在整个球其实不错的，这个啊，没问题，他还得去反攻，肯定只要就出一点反攻就行了。啊。